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是第八分营的是第六分团碧华国中，来看看他们现在正在干嘛。Hello， 你们现在在干嘛？我们在准备。整理。那等一下要去，等一下要出去鹿港。彰化。对。哎，去彰化这条路线有没有期待？还蛮期待的。可是彰化昨天这几天不是大淹水吗？没关系、啊。有没有看到新闻？很好玩，感觉很好玩。好，讲一下这几天的心情好不好？一直下雨很烦，那怎么办？就克服吧。就克服吧，反正就这样，每次大露营一定都有雨。虽然很累，可是很开心。嗯，好。然后有没有认识一些新朋友？有没有国际的朋友？有。有交流了吗？有那个金门的朋友。金门叫国外。哦，不是，你刚刚说国际吗？对啊。哦。你们有没有去找到那个外国同军交换东西？国际是没有，但有别校的朋友。嗯，那感觉怎么样？认识新朋友，感觉很好，就多交朋友，这样还不错。嗯，然后讲一下开幕好不好？开幕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很棒？开幕感觉很慎重盛大。是，有没有特别印象的影片？特别印象的节目？教父。你有吗？其实我觉得没有。没有吗？有什么？就是、特别印象深刻的节目。很壮观。很壮观，很多人。好啦，那 Hello， 你们你呢？你有节目吗？对。节目就那个劈开那个砖块那个，哇、哦，看起来很要花很大力气，要劈好几个。你会不会向往？啊？你会不会当职业军人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有没有想过？好，下一个 Hello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这几天感想怎么样？好玩。好玩哦。嗯。以前有没有参加其他大露营？没有。所以你参加童军大概多长时间？就从国一开始啊。所以才这样子而已。是啊，今天第一次。真的、哦？好 ，OK， 你们准备要出发了，拜拜。